翻啊。今日講嘅潛力股咁啊，想推介只啊只中煤能源啊。咁頭先講過啦，你有嘅行業嗰個消息嘅層面去做一個配合啦，然之後你嗰、那個價格其實亦都係一個嘅唔錯嘅表現喺度啦，再加上你喺個用碳嘅高峰嘅時期，因為你冬季係一個取暖嘅時候，咁再加上其實資金啊，你慢慢其實又好似流翻入去咯，你見到佢捉到一個底，因為唔單止係佢，你其他嗰啲煤炭股亦都係一樣。然之後今日嚟講嘢又唔同嘅因素，你只演煤啦，再加上頭先講嘅一啲唔同嘅，譬如話你發改委又出嚟講下嘢啊，你嗰、那個嚟緊嗰個用煤嘅需求嘅高峰啊等等啊，都有機會其實刺激翻到啊啲市場會更加關注其實啲煤炭股嘅表現啊。但係因為而家你再衝入只171嗰度，我覺得就唔係唔可以，咁啊風險就高少少啦。如果退而求其次，再望下嗰個上網空間的話，我覺得只中煤能源其實又有一定的直播可能性、啊、可以去留意一下。如果你敲只中煤的话，你首先就上望，你看住5.5和6蚊这些什么水平先、啊、向下我觉得就有两个位置可以去留意，看看到底是不是要定一个指示。第一个位置就是这一天的高位，那就4.67。第二个位置我觉得就落用这一天的低位，其实如果你穿了下来的这个，如果去博呢兩點係行翻個升軌落嚟，你穿翻落嚟呢一點嘅時候，咁其實都應該要騰一騰翻出嚟嘅啦。咁就4.32，咁啊可以用翻呢一日嘅高位或者呢一日嘅低位4.32去進行一個指示啦。咁再唔係啊，其實你唔需要話買好多，你去到呢啲咁嘅水平去收少少，其實亦都係可以諗嘅啊。佢萬一佢即係坐翻落去3.92，你先至走亦都係可以啦。但係短期嚟講又～如果坐到去3.92，又相對上比較遠少少啦。你要去失咗，都幾大波幅、幾大跌幅嘅。所以你短啲嘅啊，唔好擺咁遠咁，因為你咪用翻啊4.32啦。因為唔使擺到3.92，用4.32咯嚇，去進行一個指示啊。上網就5.5或者6蚊呢啲咁嘅水平。